换呢？又能改成什么？还不玩手机？对战开始了，连打有方向。我方的攻击，攻击轮盘，两者攻击互相。效果绝佳，他不要捕获机会，连打也不算很抓紧时间。哇，逆势圆龙，漂亮！他不要捕获机会，就是现在把球丢出去了，赌一下时间。把摇摆球向前推，好厉害，超级球！把摇摆球向前，是精灵球。七招的话就是我下班的时候第一次快投，总共投了四轮，那中了这七招。那早上的时候我们又打到了下面这六招，虽然有一些没有拍到影片，因为上班时间本来人潮就比较多，那有一些我们有拍到照片的话，就是我们还是有拍，那后面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这是因为有一些重复的狼是我们要跟朋友交换的，所以我们这次就先不抽奖。这只迷你 Q 的话，后面我们会把它抽出去。Thank you.
哦，所以爽开心啊，太棒啦，恭喜你恭喜你啊，三代的第一次大师兄，真香。那我们一样刚下班来快头看看吧，无奈的小夜人生开头绿色五号第一回合抓到黄主播了，第二回合抓到黄主播了，第三回合抓到黄主播了，第四回合抓到黄主播了，第五回合抓到黄主播了，取出达美卡夹，三星的中野朗，第六回合抓到黄主播了，第七回合抓到黄主播了，第八回合抓到黄主播了，第九回合，这是最后一回合喽。抓到黄主播了，揭晓，这是你的喽。绿色五号，第一回合。抓到黄主播了，第二回合。抓到黄主播了，第三回合。抓到黄主播了，第四回合抓到黄主播了，第五回合抓到黄主播了，第六回合抓到黄主播了，第七回合抓到黄主播了，第八回合抓到黄主播了，第九回合，这是最后一回合喽。哦，中！抓到黄主播了。好，值得了。传送中，请稍后。传送完毕，取出达美卡夹吧，那是你的喽。虽然重复了。那我们这次投了两局的九道，那总共十八张，中了一张无心的黑狼，那应该就不投了，因为其实后面还有卡片，但是我不知道还要多久。对啊，那有中了就好了，就当做下班后的一个消遣，我就不抽卡片。对啊，因为黑狼我要跟我们的朋友交换。因为他还蛮喜欢黑狼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祝大家欧运喜剧完，拜啦。With a movie started, facing at a photo they've taken, space street flying through the skies and petals upon air.